啊，昨天我的车就停在这个地方的。今天的来狗冰川里面，这里是来狗村，是阴天。然后现在整个镇子就只有我一个游客了，都出去了。现在肚子疼得很，然后现在准备开车过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。我要一串大的。大的。嗯。牛肉还是羊肉？这个是羊肉还是牛肉？羊肉。多少钱来着？羊肉是10块钱，牛肉是7块钱。牛肉。哇，这边好多游客都下来了，我去问问风景怎么样。你们进去了吗？进了。怎么样，风景？就是还是凑合吧。凑合吧，现在不是季节是吧？一满一的吧。啊，都化了。买了一串羊肉吃，牛肉还是羊肉啊？7块钱。观光车居然是五菱的，哇塞，走。你好。要骑马在哪里啊？啊，不骑马。有几公里啊？我说的是往返7公里，往返要7公里。我骑马的话要1个小时50分钟最快的。走路呢？我走路就看体力了。好，我走。好，骑马马帮，哇塞！嗨，风景怎么样？上面？骑马吗？看的风景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是吧？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美女，好粉哦，你真棒，徒步上去。嗯嗯。真棒。OK。嘿嘿嘿。扎实的嘞。还有多远？走几公里？来回6公里。来回6公里啊。嗯。加油，阿里给！加油加油！啊，好累啊，休息一下。啊，天哪，我现在心率已经108了，现在傍晚，109，111，112。报警了，现在海拔是4270。你看这个石头，像不像被刀切了一样？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冰川化的这个雪水。啊，这个山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温度啊？我感觉我要挂了都要。这个小哥哥说150。让我骑一半，这会儿走了一半的路程了，还有一半，天哪，没事，慢慢走吧。说好的蓝冰呢？里面，我去看看。终于上来到冰川了。说好的蓝冰呢？啊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。刚刚有个当地人说那边有蓝冰，我走过去看看。你看我后面，算是看到了这么一丢丢蓝冰啊，就是这一个洞洞里面，无人机搞起来。